这个。哦，那我们过去也贴的是贴的。哎，他讲你，咱另外讲村下穿个大衣裳的，个大衣裳，像赵梅，像赵梅哎，你别看我们干，我们是不完成的。虽然他们讲你不看我们干，我们都马上能啥地生的，你两个的，两个的，你那两个小孩今年在上幼儿园，你上小学的，两个小孩都在上幼儿园，还要活一些。我们让你就啥地生的，我你也没听那自私的来讲嘞。嗯。讲些他每天的在干，讲那个老鼠把他，过自行车把他偷两个小孩子什么的，我都准备看他长的。你这妈，你干那个事，你可能别打来老鼠，我只能干那去。像老鼠这个不得，哭那个小孩子给他，带两个小孩玩。我带两个小孩玩，就接到学校把他接回来了什么的，我自私的来这个讲的。你们这边我讲。那我反正他们接小孩的，我就接小孩子。他们接小孩的，我也去接小孩。俺来老总天天在那彪彪的。好喝呀！那是的。就这没他们，我讲不当家，可是偷了人家偷了几年了。我家伙是那衣服两百钱，他也不把他去中间的，他是刀子干上。他来了不都就是那个，我就拆完了。接完的，拆的，来的那是，算的嘛的，加班也不算大。嗯，有休息的，所以出完天了没讲，讲张梅下来买药，讲买给他男的喝，讲他男的怎么的，心老中暑了，哥把你讲，你见那人下次看看去，可是中暑了，中暑真要到自己去，就不要越喝，吃饼给他喝喝可以多了。那就是的。我都觉得什么，我说各大姐说俺那些。对，各大姐这么说的，讲那里讲你实话。张梅，张梅，我说各大姐讲就在讲张梅谈，我从俺谈，我讲张梅，张梅，你不能跟我们急，没那个努力。我家爹什么事讲，我们家都举行我的那个人文完的，你厉害做的。是的。你我讲你厉害做的。反正让他不住大学，不住大学，五百人嘛，就是现在你们这个城，都是恁那根，那个上哪去了？在去。那今天我跟你，你叫他啊？说那个考大学，考大学学的都干了，可是那个，可是有个药是治不病。